咬人，就是你说谎，你就咬人或者电流。但是这次我们选电流，我们要玩狠一点。他是裁判，就是你跟苏珊打理是吧？不不不，你们也得打。但是你们也得打，凭啥就我们俩打呀？没事，我们就坐在这里手伸过来。对对对对，手长了不起，你手长了不起了不起，你试试看能伸过来吗？可以。那就由我带领大家啊，问他们第一个问题。那裁判应该坐在这里啊？不，我坐这里。为啥？凭啥呀？因为大家不愿意看我脸。哦哦，预备，四大脱。你有没有过想掐死我王天沃的冲动？来。有掐死你的冲动，经常啊。对，因为我。因为我爱你，感恩的心，对，从来不想掐你啊！大家为我证明，我说我想掐他都是谎话，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爱你，懂吗？别看我在旁边流眼泪，我还给你哭一场了吗？整到德国，照在了大钉上。你有没有过想掐死郭浩的冲动？没有，我想让他好好活。我还没说完，解释，你啥时候想掐死我？你说。就睡觉的时候。现在不准我睡觉了是吧？我不知道为啥，我看你睡觉的时候，我咋感觉在开车呢？懂了，我懂了。什么？为什么开车？啥意思啊？等结婚之后，我尽量不睡觉。我的天哪！注意身体。啥意思啊？你有没有过想掐死苏珊的冲动？没有，特别爱她，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。一听就是假话，哎，骗别人。太假了啊！你说吧，什么时候？田园谎话节。男人说这种话多半是扯淡。你别扯淡呀！帮忙去拿外卖，然后帮忙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就肯定有掐死的冲动。那个吐槽环节都说过了。那你总说实话啊！你不要骗人了。对呀。不要骗人好吗？你这最大的错误不是想掐死他，是撒谎。撒谎，这不能。撒谎的男人。我愿意跟我说实话，他觉得你撒谎。我的天哪！你们俩没再见吗？干嘛呢？我这不是像我被骗了一样。你有没有过想掐死小强的冲动？有。什么时候？他跑到床上打游戏了。这看起来是真的。哇！那可能不是他在打游戏的时候掐，还是想掐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错谎，我现在就把他说死在这儿，有问题。我谁都是谎话。是。你以后再测试第二个问题来，如果他都是谎，我们就换我们就有那个。对，我们就把他砸了。那我测的时候感觉还挺好使的呀。来，下一个我一马当先，我先来。一猪当先。已经分手的前任找你和好，你会和他和好吗？嘿嘿。那肯定不会。真的我不想。过来。不是，这个有问题。过来。我觉得吧，这个不应该叫做测谎仪，应该叫情。订婚戒指啊，摘了，算了，给你带回去吧，原谅你一次，臭王八蛋，呸！你来。好，我来。等一下，我先舒缓一下心情。肯定刚刚那个不真。你打太极呢？快快一点，行不行？要测就不浪费时间啊，你。好，咱们开始吧。已经分手的前任找你和好，你会和他和好吗？打死都不。不可能会跟他和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因为我只爱王天沃。有问题。为什么别人的时候没问题，他有问题？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特殊啊？不，因为我刚才使用了静心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心跳了。如果他还能看着我撒谎，就是他有问题。你们问我想不想中5亿？我说想。如果他出问题，说明这个就是有问题。那没有错。对，你想中5亿吗？特别他妈的想，做梦都想，老想中5亿了。我知道了，前面他那个不是重置，是把手放上去校准的。哦，那我们一直错了啊，没事，那我们继续吧。下一个你该你们俩。已经分手的前任找你和好，你会愿意吗？当然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好男人，真爱了。不是，先别握手，还有一个呢。跟你握手，不要谢谢。苏珊，到你了。分手的前任和你和好，你愿意和好吗？愿意。你看人快哭了，肯定是真。哎，兄弟保密一下，是吧？干得漂亮，这就是这个机器，还是这以我为鉴，你们俩这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世界总有真情在吗？有点默契。你现在的对象是你所有对象当中最好的一个吗？你为什么开始吧？抽搐。是。你吓我一跳。王天沃，王天沃知足吧，王天沃。哎，关键郭浩还没测呢，都是你们干的。来，你现在的对象是你所有对象当中最好的一个吗？没错，他是最好的。是吗？你还说我是最好的，你还骂我？是吧？哎，然后不是王总，是不是一开始你校准的时候说的就是谎话？
我想这五个亿是谎话吗？你天天跟我说的，你不知道我想不想这五个亿？你可能现在想赚二十八个。我想这五个，我要说不高，五个亿就行，一个亿都行。这是鱼找鱼，虾找虾，卖行找卖王。你别把它说早，这俩没测呢。哎，这个你不敢肯定是不是？最好调整一下心态。心虚了，心虚了。我完美的结束这场游戏。我不，你这是心虚了。你现在的对象是你所有对象当中最好的一个吗？是，必须的。苏珊这么优秀吗？超级优秀，特别棒。还是有点小问题，先不要说啊，等苏珊。来，先不要说，算了这次。你现在的对象是你所有对象当中最好的一个吗？手没放上去，干啥呢？不要作弊。小强是你所有对象当中最好的一个吗？犹豫了，变的，变的。不是，不是，你们问我的时候，我当时想的全员谎话，是不是长得最好看的？我当时想，刘昊然算啥？不，等会儿我决定重新校对。刚才是你他妈校对的，所有人都撒谎。现在用裁判的手校对，总不会出问题了吧？你恨渣男吗？恨。好，这次稳了。OK， 现在我们黑白配，决定谁先来回答第四个问题，好吗？黑白配，每次黑白配特别难分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王清沃的手太黑了，手背手劲手像是背人。哎，你想跟小乔结婚吗？想跟小乔结婚，我爱我。小乔，你紧张吗？有一点。没同意。哎呀！有两个网友有什么区别？不录了，不录了。走回家。八路了，八路了，哪还有家呀？你已经没有家了。没家了，我跟你说。无家可归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走放进去。节目录制中间有人出现了心理上的困扰。你想和苏珊结婚吗？想。真的吗？不爱我。有可能暂时没有想结婚，对不对？对，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你可能全了，你这是。啊，是。叫我来再校准。不行，我来校准。我来校准。你爱钱吗？我想赚五个亿。行。我再测下他准不准。你想赚五个亿吗？想。那这次对了。如果陈飞宇和郭浩一起掉进水里边，你会救谁？我。郭浩，你别光看着。来行来。如果沃沃和罗杰一起掉到水里边，你会先救谁？罗杰。哎，小哥好高啊！哎，罗杰。被电吗？其实我是想被电啊！正中下怀呀！其实不管谁跟你一块掉进水里，我肯定先救你。反套路。哦，圆回来了。我会玩了。一起掉水里边，你会救谁？我会救妮妮。学会了，学会了。我会游泳，说了吧。就是会，我会救妮妮了。妮妮也会游泳，但是我会救妮妮。你有病吧？学砸了，砸了。该你了。如果小乔和刘昊然一起掉进水里边，你救谁？刘昊然。当然，我第一个录的。大家都是一类人，两面夫妻。哎呀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我陈飞宇和郭浩掉水里，我救陈飞宇，对吧？郭浩救罗杰，但是错，所以郭浩想救我。对，不是他不救罗杰，不代表他想救你。不，我就是想救他。你不要钻这个逻辑漏洞。郭浩说，我两个都不救，都不要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还想问郭浩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来。哦，对，你俩刚跳过了这个问题。郭浩。哎，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当然愿意。算了，不愿意，不愿意。我死过你了！我以为他会放我，我把自己套路进去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自己来。那你愿意和郭浩结婚吗？还行。不能这么模棱两可。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家用分手仪，谁买谁分手，早用早安心。我觉得要不今天我们先走吧，咱们都有点家事。来吧，谁先开始？今天不可能所有人活着离开。那我可能。我先来，来。如果你中了五个亿，你会跟现在的对象分手吗？会。我中了五个亿，我还愿意分给你一百万呢，郭浩，你相信我。不，到我了，来。来，郭浩，来嘛。如果你中了五个亿，你会和沃沃分手吗？绝对不会。为啥呢？因为我爱你，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给你。五个亿、啊、对，我自己留一万零零花钱吧。对不起嘛。不，你不要想睡觉了，不好。晚上再说。今天晚上真是生死时刻，不眠之夜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如果你中了五个亿的话，你会和苏珊分手吗？不会。经不起考验的。你们只觉得五个亿不太够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中了五个亿，你会和小乔分手吗？不会，会立马结婚。哦。
真的吗？假的，朋友。假的。他能连续见五秒钟。他还想装作没有事情。说的挺好听啊。今天我们总结了几个问题。有没有掐死冲动？我都有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已经分手的前任找你？不啊，我没有啊。有没有掐死冲动？我没有啊。他们三个，你是没有？三个有。对，他们三个，你们俩都没有。第二个问题，已经分手的前任找你朋友？说明咱俩前任真的确实不怎么样。他俩不很好，我俩就是机器出了问题。对，然后谁说？什么？你们俩？对，关键是那时候机器有问题，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校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这就主场优势开始了，是吧？谁家的机器，你说啥就是啥呗。三个问题，你的恋爱对象最好吗？所有的人对象都不是所有对象最好的。四个问题，你想着现任结婚吗？他们俩都不想，我们俩也不想。怎么说的这么轻松啊？第五个问题，如果陈飞宇和郭浩，我选谁？我选陈飞宇。如果刘昊然跟小乔，苏珊选谁？苏珊选刘昊然。倪妮和苏珊跟小乔选倪妮。如果罗杰和王之洛，郭浩选王之洛。对。对。第六个问题是，如果中了5亿，会在现在就要分手吗？就都会分手。这个其实我们四个里面最有真心的其实是郭浩。对对，其实郭浩套路了很多次。不对，反间计要让这是个爱情。那为什么你5亿会跟我分手？实话实说，来，现在就不测谎，5亿为啥分手？那也就到我最喜欢的环节了。要多买房啊！结婚之后咱们俩不就一个户口本了吗？分手他们有俩。会有道理的。哎，啊，也是。哎，来说说，我如果中了5亿，郭浩，我会马上给你买辆兰博基尼。二手的。再加辆那个劳斯莱斯去吧，那我们去那个北京二手车市场，给他挑了辆兰博基尼和玛莎拉蒂，然后接下来不是劳斯莱斯吗？咋又降价了？接下来轮到你们，为什么5亿要跟对象分手？我不知道啊，开始了。这个机器绝对是有问题的，我今天一天玩下来，嗯，一定有问题，因为我感觉我有5亿，对吧？立马结婚，咱俩没结婚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，没有5亿啊，我知道了，找到了原因，你们为什么不想结婚？哎呀，没有5亿。对，就差这么一点小东西就可以结婚。那这样以后你们不结婚就不用找我们了，好吧？一旦结婚立马通知我们。哎，我马上彩礼5万块钱送到，好吧？你们要多少给多少。今天总结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，每个人可以说一句获奖感言，好吧？不是获奖感言，测谎感言。来，由郭浩开始说。来，就是经过今天这一轮测试下来啊，我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是真心爱的，爱着对方的。那当然我也不会爱的。奇葩。啊，没有啊，不吹不黑啊，只有我一个人有心，剩下人啊都什么东西啊，我的天啊，我来说不，裁判是好人。那我来说一下获奖感言啊，就是这次就是大家应该明白心理学的重要性。嗯，比如说他说罗杰跟我，他选谁？他说选罗杰。他心里想罗杰，开始心跳了，开始激动了，就假了，是吧？就利用这种方式赢得这种游戏。哎，大家要学会啊，如果有你的对象找你做测谎，反着打，怎么样都不吃亏，反正一开始你就死，一开始死。没有，刚才这俩反着打不翻车了吗？我就妮妮，哎，我就刘昊然，哎，我的获奖感言呢，就是我获啥奖呢？你们家那个该换换，对吧？嗯，就是你们走的时候带走，好吧？我们不要了。你俩拿走吧，这就是我的感言，你说啊，感言啊，不能重复。感言，我觉得这个游戏今天就是咱们俩玩完这个游戏，游戏的事情呢，就停，让它停留在今天。哎呦，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晚上吃个饭，这事儿就翻篇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。小伙伴们，最后我的 BGM 就给你们陪一场游戏一场梦。自古真情永不住，城南抗过的人间。你的旧欢与我打了烊，我恨渣男。这里的纯爷们除了我还有他。你什么意思？还有他？哎，他不乐意了。